你的韩语午餐。안녕하세요，江南皮革厂倒闭啦，追星达人美美妹跑路啦。嘿嘿，开个玩笑，我前辈因为鬼怪结束伤心过度，一直都没好，不知道跑去什么地方度假啦。暂时先由我这个代班小妹来带大家追星，带大家飞。废话不多说，先来个等了两周的 Running Man 过过瘾吧。不是我说，这期节目没看你可就吃大亏了。孙贤周、车太贤、朴宝剑，还有只有声音出镜的宋仲基、李栋旭和赵寅成，嘉宾阵容十分重量级啊，有木有 ？Sense 满分的赵寅成男神一上来就狂怼光洙欧巴，看得我那叫一个开心呀、啊！형그여보세요예네안녕하세요형사인좀받아받나야돼서사인을좀나사인없앴어사인을없앴어사인을어떻게없앨수가있어요나는좀안쓰毒舌又搞笑，银城欧巴干得漂亮。这还不算完，为了完成任务，知晓欧尼还请来了自己的亲弟弟。不过程文君，你在节目里这么爆料自己的亲姐姐，这样真的好吗？这是평소에안쓰시는건가요？네누나가맨날맥주만시켜쓰고요你说你爆料也就算了，想要的任务奖励竟然是给自己的亲姐姐一脚。不过我猜这下欧尼你绝对是打李光洙打顺手了，不然怎么能把对亲弟弟咬牙切齿的恨全撒到长颈鹿身上了呢？话说不打不相识，为了综艺的趣味性，一点都不讲人情味的长颈鹿总是赢得不良之效的降临。看似平时里打打闹闹的两个人，感情其实早就像一家人一样了。就같은친누나같은누나가되어줘서사랑해그래누나밑에너가있고누나옆에너가있는거고맙고사랑해有情又有爱的梦光兄妹 SBS 演艺大赏光洙欧巴得奖，台下的智孝欧尼更是哭成泪人一个。希望你们能像现在这样，不管综艺还是私下里都能一直开开心心的走下去，代班小妹也会一直支持你们的。 CN Blue 时隔一年已完整体回归啦，还等什么？快跟着代班小妹一起去主打歌《Beaten Us》MV 拍摄现场一饱眼福吧！休闲的白衬衫，笔直的西装裤，整容合理周旋。是怕我们不知道你俩是主唱，所以才统一的服装是不是？换了新发色的国民轻鼓李正信，还有打着架子鼓摔到飞起来的敏赫。啊，你们在做什么？咦，融合欧巴，你这是兼职当了把摄影师，笑得这么开心，快给我也看看嘛！张信亲姑，我对你表示同情，私下里调皮劲十足的荣初丁，一工作起来可是比谁都认真呢。헷갈리게라는노래고요이번에도제가작사작곡을했고한국의타이틀곡중에지금까지나온노래중가장좀락킹한곡이아닌가그런생각이에요여러분들도많은많이들었으면좋겠습니다队长郑容和综艺邀约不断，李宗铉出演蒙面歌王，唱歌实力震惊四座，其他成员也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走越好，希望武力大 C 也能长长久久的走下去，不只是这七年，以后的日子 BOYS 也会和你们一直在一起。人家新婚日记还没看够呢，怎么就不完了呢？虽然狗粮被塞的确实有点多，但是伦家秉持着虐虐更健康的心态一直坚持到了现在，你怎么能老卢 PD 又有新节目要开播啦，饮食堂，一看预告片就是一股新婚日记加三十三餐的 feel， 怎么破？ Cause I like birds crazy out of car哎，老罗 PD 真是为了美大的终身大事操碎了心啊！不过当郑由美欧尼说到要再拍几天的时候，美大又不解风情的毒舌了起来。又来了！我记得上次花样姐姐的时候，你也是各种吐槽崔智友女神的。每次都这么嫌弃，真的拍起来的时候，你的小酒窝能不能藏一下？简直都要笑出花来了。老罗的综艺质量我是放心的，就希望美大跟郑由美能好好相处，不要枉费了老罗的一番心呀。
纳尼，这次的墨西哥 K 空竟然有防弹少年团 Infinite H EXID NCT 127 Astro Red Velvet Monster X， 这阵容我喜欢。艾玛，一听这呐喊声，我就知道我们防弹上来了。一首 Not Today 瞬间让现场爆炸。哎，这熟悉的前奏，莫非是孔佑大大要来了？啊哈，原来是 Monster X 的机弦。这甜美的歌声让人瞬间回到苦追鬼怪的日子。It's beautiful light, beautiful day. 너의기억에서내가살텐데 beautiful light, beautiful. 还沉浸在鬼怪中不能自拔呢，一阵呐喊声又把我拉回了现实。这不是小鲜肉 NCT 127吗？连唱六首，大气儿都不喘，果然年轻就是体力好。If you're feeling the vibe now, he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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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ne step, two steps. Johnny, tell me you love me more. 我的天，连大前辈 SJ 的 Sorry Sorry 也能跳得这么气场爆棚，服气！这种拼盘演唱会多开点，像我这种生蛋饭还有多蛋饭砸锅卖铁也是会来支持的。好啦，各位看客们，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我知道你还意犹未尽，舍不得美美妹，别担心，明天还有更多的欧巴女神小鲜肉和美美妹等着大家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